划龙舟会在哪里划？河，在河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先画一点水。你可以画水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画龙舟。那龙舟是什么动物 ？A dragon。龙是一个龙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个龙，画龙的眼睛。然后呢，我们龙，画它的，这是它的。你用这个好画吗？不好画，但是我只是示范一下。然后龙它有长角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龙它有像火一样的东西。然后龙是不是因为它要划船嘛？它是一个船的样子。它这个在下面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划。有一个船，That looks like a river. 是吗？I see your cooking. 是我在画龙。你看这龙前面，然后我们画龙的时候，龙会有是不是有什么，就像鳞片的东西，对不对？Dragon, not Viking. Yeah, we're gonna do a dragon. 你看龙是不是有鳞片？我们就可以画鳞片。那我们画划船的，我们可以画，你看，我可以画一个大粽子。哇，好没口味。粽子，好吧。然后还可以画什么？粽子它是用什么包的？荷叶子。嗯，用叶子包起来的就是粽子。那我们就可以画它在干嘛嘞？咦，它在划船，它可以划船。粽子在划船。粽子在划船，好不好？也可以。然后，粽子我也可以给它画眼睛啊。我就把它的，它在画。然后画眼睛，然后他也很努力，哇，在划船，哇，好吧，